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柱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李柱华观点迟来的道歉，拜登为美国负起环保责任值得肯定。拜登总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 COP20 联合国气候缔约国大会上，当着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前为美国在川普政府时退出巴黎协定而道歉。拜登的歉意颇令人意外，因为美国总统向其他国家道歉是极其罕见的。纵使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数十万无辜平民丧命，奥巴马总统到日本访问时也坚不道歉，而拜登却在各国领导人面前公开向世界道歉，意义非比寻常。全球气候暖化是人类当前与未来所面临的严峻课题，所以在2015年经由联合国召开的共同会议决定，在巴黎签约了拯救地球的协定，目的是为全球设定一个到本世纪末控制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只上升摄氏2度的目标。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率先签下合约，成为各国表率，但却被口口声声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于2017年以财政不负重荷为由而公然毁约退出。毫无疑问，那是川普任期内最严重的错误政策之一。所幸拜登上任后拨乱反正，立即让美国重返这个组织，那是相当的明智的之选。由于人类一直依赖化石燃料来创造能源，科学家一再警告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环境灾难。在发展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体过程中，美国大量消耗碳煤、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所以当然是罪魁祸首。但川普无视科学共识，无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基本常识，甚至石油行业的人也认识到他们工作背后的风险，川普却执意退出，却要让像安地卡及巴布达那样贫穷弱小的国家去承受和买单，真是荒唐至极。所以拜登的道歉虽然迟来，却也代表着美国今后愿意承担气候的责任。这次的 COP 缔约国大会，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代表集思广益，为全球气候变化的议题提出对策之道。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对未来环境的关注却是一致的。尤其对于加强 1.5 摄氏度的强制力，并且于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以及实现2050年的零排放计划等，都有相当大的共识，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毕竟恶劣的气候与环境所带来的灾难与浩劫，是我们所要严肃面对的挑战。我们岂能只顾发展眼前的经济而蹂躏了大自然，把严重的灾难和祸害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呢？